王牌晋级赛独狼抢。后一个憨憨老六，鲨鱼当然不能这么快把他找出来嘎了。想必各位都听过这首歌吧，有人知道是啥动画片的主题曲吗？傻的可爱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此时最后一个毒圈还有十秒刷新，鲨鱼明明可以直接打他，但他还是决定给他一次和自己拼药的机会。老弟，今天哥让你好吧，让你一轮。拼药的时候一定要切换止痛药，鲨鱼都开始打药了，这憨憨老六还在瞎找人。是啊，这人都我不要了。鲨鱼打王牌晋级赛跟玩一样简单，
哇操！我就问你们这把刺不刺激，爽不爽？这么帅气的一局游戏啊，那肯定得换上赤羽金尊。告诉我，爽不爽？各种极限残血，换上赤羽金尊还不够装，专属 BGM 当然也不能少。见鲨鱼王牌局打得如此牛批，弹幕直呼那个男人回来了。刚刚我甚至在弹幕上看到一条，那个鲨鱼回来了。我只想说，我一直都没有离去，我还是那个我。现在的鲨鱼貌似跟之前的狗分仔不一样了，你们是喜欢鲨鱼萌起来的样子，还是喜欢鲨鱼当狗分仔老六呢？